我们都希望大家不要去乱猜测。嗯，对啊，不要说因为谁有谁什么，因为媒体最爱写这种东西。嗯，我们都没有，对，我们纯粹只是因为彼此上个性有一些差异，所以我们最后选择这样的模式。但是我们还是朋友啊，对啊，我们是好朋友。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一杰。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。真的吗？对对对，可是我。